睁开，你先等一下。我现在想，你真的做好准备看我的素颜了吗？做什么准备？你出来行吗？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我给你5秒钟时间，你不出来我进去拽你。1、2、3、4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，站这儿来，站这儿来，站这儿来。谁啊？掌声给他，让他鼓抬起头来。你平时有不化妆的时候吗？没有。都化妆。嗯。不就眉毛少点儿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主持人，你不知道，我小时候长斑，长大以后我才去医院做了祛斑手术。可是现在我的皮肤变得好薄，这儿还有红血丝。啊、哦，别哭了，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嘛。之后交了个男朋友，有一天他看到我素颜，就是没化妆的样子。然后他拔腿就跑，他说我是个假的。那天出来以后我就，我就每天都用化妆来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吧。然后，我也没心思再接下一场恋爱了，因为我害怕了。所以自从三我跟江海认识，第一次约我的时候，我特兴奋，但我又特别害怕。这些话你跟江凯说过吗？没说过。那就不要再说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告白时间，你单独说给他听。